今天有个任务，带我姐他们去吃冷面。这个东西比较有特色，然后多网红嘛，反正该吃的他也吃过了，反正就这样，就这一样，也是到了别的地方也没有。然后就是我们这边，特别是鸡西，冬天一直都在吃冷面，但是这块很少，这块很少，就一般冬天都没那啥了。但是人现在冷面馆开的都比较早嘛，我那天问了一下，初二就开业了。他这两天吧，把所有东西都吃遍了，什么炒菜啊、烧烤什么这个那个的哈。咱今天带他吃冷面去，就是一样，就是解解腻。对，他开为什么冷面馆开那么早？我觉得可能是过年期间，大鱼大肉吃的差不多了。对。我们现在已经到了，然后就是这家，等他们，等他们一会儿过来。啊，几点了？你们是不是思想有问题啊？这吃饭都不积极了呢？怎么？我们很积极。今天是不是又是你啊？我们想等的饿一点，然后可以多吃一点，要不然下回咱们约到夜宵吧。对呀、啊。晚饭取消。不，今天是不是又是你啊？不是我，今天真的不是我。那是谁？我加油去了。真的不是我。你加油去了？你吃完饭加油不行吗？我不让我车，我车位停在开。是吗？就看我眼神儿。你真可以。真可以。真的不是我，今天真的不是我。是吗？你嫂子今天好不容易换个发型，呀，可美了。哎，像不像小丫鬟？像不像丫鬟？夹着我那个蝴蝶结，他这个没有啊，我好不容易学会的，他没夹呀。那天看了个蝴蝶结，我可给你买了。他是在后面夹，我也不能夹在这儿啊。可以。咱要几碗面？五碗呢？四碗热的，一碗不是四碗凉的，一碗热的。他减肥啥？他自己能吃一碗半。别给你哥，你哥扛不住。你再给我，我就吃两碗。我要喝个矿泉水。你的纯凉。什么矿泉水？难受了，难受换一个。这是豆泡。豆泡。豆泡。嗯。豆丝儿，这个我认识。这个明太鱼丝。明太鱼。明太鱼，蚬子肉。蚬子肉。嗯，一会儿还有冷面。回来。你可以尝尝他家的明太鱼，他家明太鱼挺好吃的。来呀、啊，搂啊搂啊！他面还得等一会儿呢。再来一碗葱花香，快！这还有人好这口啊你！然后再给我来一碟辣椒油。哦，这是这是我的啊，我的热面。热面还得再等一会儿。你看咱家这个面就是黄色的，颜色不一样。也有白的。对，鸡西什么呢？鸡西是白的吗？那为什么呢？给你盛。因为我经常来，然后他知道我的饭量比较大。你不是吃两碗吗？所以我的就相对来讲多一点。行。你看这一小坨，你不是说你就特意给留给我的？对，怕你不够吃。怕我吃不饱。我要辣椒油。那我就给你拿点辣椒油。那个吃冷面不放辣椒油是没有。它里头有啊，它菜包里头有啊。那个、不是，那不是辣椒油。这种炸的香香的，这种有油的，这个才是。你要不要尝尝热面？我从来没吃过热面，我真的。你给他们尝一尝吧。你瞅你自己都饿成这样式了，他居然还来这么晚。他还竟然说他就只吃半碗。哼，半碗呀！我看他这样不像。我给出去了。你要不要尝口热面？配点总部，哎呀，这点总部又够塞牙缝的吧？再来一口吧，就够了。你嫂子有半碗就行。嗯，还是冷的好吃。你看，他们都嫌弃我的热面。我也嫌弃。我也想尝。我还是热面多好吃。好嘞，来，菜帽。对，我的小菜帽。嗯，为什么他们都不是热的？就感觉那面有点怪怪的，你知道吗？就是烂乎，我咬不动啊！我的牙口跟老奶奶有何一拼呢？好吧。我咬不动冷面，太筋道了。是吗？我也想要一点。真的，冷面不加辣椒油，而且一定要加这种，要加那个油才香。我加油，我加的是辣椒，那辣椒油。你这不像十多年没回东北了。比我们吃的都没。反正我们运一个菜，你看着办吧。不是，我从广东回来的，我也不是去学厨师去了。哎呀，差不多了。那厨师不是你点吗？我点白切鸡，我要点烧鹅，你呢？哥，你还想吃啥？叉烧。好嘞，叉烧。这干啥呀？这是一人一道菜吗？吃过的比我们见过的都多，我都没见过。问题是你们点这玩意儿也难度太大了。我有买鹅，
我有烤炉。日本人了，谁说从广东回来就会要做会做广东菜？你就是给我们做就行了，我们不要求对。这咋的？这是欺负人不带这样的。我姐夫不在家。然后还有点个排骨汤的，然后还有点个砂锅粥的。哎，砂锅粥等我回来吧，砂锅粥可以的，我爱喝粥。我先给你试一下，好吧？行，好，试好了咱们就定下来。我回来干啥来了？就是。前面那一轮咔咔咔领了我一顿吃，吃完了之后才开始跟我点菜呢，这是。这前面这一轮出来混的总有点。我们这是。以为这一顿冷面结束了，往后就该你还了。不，我们这属于。我烤肉还没吃呢，我肉串还没吃呢。就你们这两天，哪天？后天。嗯。那咱明天出去吃。明天排骨啊，我大骨头那家还是哪家？你用歇吗？吃完冷面还要歇，就是还是热汤面。我跟你说，你这个东西你就是刷。看我这多尊重这碗冷面，啊？你这个就是刷肠子用的，就是大家清淡一下。那明天不是那咋的呀？那明天过节就你们俩过节。那明天咱俩我跟谁过节呀？咱俩过吗，哥哥？那明天咱俩过节呗。好，那要不然。那你们明天就意思不带我玩了呗？刚才有人提议把大骨头变成今晚的夜宵，不行上我家楼上咱们摆长城，然后到晚上，然后咱们去吃夜宵。要不你找你叔跟你婶儿，他俩也能过呀。你叔今天都要送人有钱花了，那我这也不能去那吃。我给你找一个，他喝多了。我家小猪包，我家你家大毛子，男，今年七个月。男，今天哎，不是几岁？有这么霍霍姐的吗？划了，也就剩他俩了。这么霍霍姐的？不是姐呀，划了，也就剩他俩了。不带这么霍霍姐的吧？你再犹豫，可能他俩都没了。他俩可能就陪不是一般流行坑爹吗？这现在流行坑姐了，这是。